从车流看经济，你说一说，我在这拍一分钟，看你能不能看到一辆那种远洋运输的大卡车，你看见一辆了吗？你看见一辆那种极限的卡车了吗？我拍，倒计时，30、29，这样数下去，数到60秒钟。看见一辆大卡车上，我输啊！看一下，这是繁忙的广州大道。我在这待了几分钟时间，没有看见一辆拉着集装箱的大卡车。一叶落之秋天，从车流看外贸经济，外贸完蛋了。